三二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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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四，各位准备好。台北一零一登场的是喜迎新年，各位看到我们红银色的扇形花束从一零一给它射出，象征的欢迎新年到来。长达202秒，哇哦！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璀璨101。好，璀璨101喷射状的烟火。紧接着再看到的是我们的霹雳花束，点缀了我们台北的天空。往上喷射，凤凰展翅高飞。这是101释放过最密集的烟火，而且是第一次在顶尖释放。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所有的观众朋友！大家声音有没有喊哑？再喊一次好不好？新年快乐！太精彩！